们这个妈妈肖翠莲老师，她是服务教育界30多年，也在卑南国小退休啊，所以这里有很多卑南国小的同事哈。好，那另外郑校长特别要我要说明是他的这个今天结婚的浩文是他的长子，他还有两个女儿啊，两个女儿也是非常的杰出。那么大女儿郑黛妤目前是东华大学的英文讲师哈，那二女儿是郑卓云，她是。